Hello， 香香，这次很高兴能受邀到这两大公会参与夏尔争霸赛。首先，第一轮协助的是亚特兰提斯。按照排程呢，是这周五跟周六啊。这个游戏呢，就是要团体行动啊，就是要不断的干资源啊，盖中转，然后开宝箱，打王拿文件。分数最高的呢，就要在最后一天守家，直到结束。等一下，他们攻来了。我们现在中转呢，有一些受损了。先不能修复哦。OK， 我们现在站在上面的人不断用炮火轰击下面的敌人了。耶，打倒一个。哦，越来越多人跑不进来了。但是我觉得他们好像都是在经营火力而已。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在炸什么啊！等下打到我了。你那床在这里，中转的里面哦。回血回得很慢，只能靠自己不断的打喷弹，就每次进来都要准备非常多的医疗箱、弹药箱之类的东西。哇，太幸运了，第一轮就获得了胜利啊！希望下一场不要配对到上一季的冠军 OP 海贼王。好，我们第二轮呢，新金哦，我们这次提早完成每日托运哦，宝箱开启跟机密文件，还有击倒敌人哦。啊，再来就是我身后这个超大建筑物，就是我们的中转。哇，我们这次的防守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哦。我们地下全部都是这个栅栏跟这个巨马，然后还有陷阱哦，等他们过来。等一下，为什么还没有来啊？不会放弃了吧？这样连续赢两场会不会太幸运了？OK， 我被外派到这个战场前线去支援哦，我自己要过去也很困难哦。OK， 到这个前线一样要坐这个船哦。哇，这个地图上面全部都是人啊！哦，开打开打开打，人好多。是我几发榴弹炮吧？不一定打得到。完全没中。试试看狙好了，他们的游击队好少人哦，两三个人的样子啊。啊，我听到有人在嘲讽他们，有人说小哥哥来玩，哇，这是怎样在刷甲耶？把他救起来，然后就把他打倒，哦吼！太伤了吧，超级伤！哇，你的甲就被刷传送回去了。又有一个人，我听到好多人在嘲笑他们。天哪、啊！那我也来嘲笑一下好了。哦，不断的刷甲。哇，又一个来送死啊！我发现他们每个人都穿恶魔，哎，完全都没有什么伤害的样子。先补一下血好了，补一下血。哦，我先补，我先补。哇，救他，救他，快点！啊，最后两个小时哦，最后两个小时，大家开始办萤火晚会了。这一局应该准备要获胜了吧？我看大家都完全没有在守家，都在跳舞了。还有小酒会议的，这一局还蛮开心的，大家开始玩起来，有点像千手观音哎。好啦，非常幸运，我们第二轮又获得了胜利啊。那下一轮呢，就要面对这个 OP 海贼王了。但我这一次呢，应该也差不多啦，就是要回去我原本的营地啊。这一次的夏尔争霸赛实况呢，到这边啦。
下次再见，拜拜。